我们还不来咔咔咔咔咔？你没有布啊？哦，你有布吗？那怎么用？你要插头？哇，有灯！谁回答？哇，你在干嘛？这怎么可以？一是慢火车，二是爆炸快。你是会直接往机往坏啊？啊啊！我用完了，然后我还没看完说明书，我就想说，可以，你可以再把这台这个布放回去。我可以再咔啦咔啦。对啊，我说我缝完了，然后嘞？然后嘞，看说明书啊。哦，切！把它拆下来。不要给小孩做玩具使用。他现在就是玩具啊。关键词必须关闭电源。不然你手可能会不见得。完全无法理解。关系问题。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你可以买不同机针呢。它是号数越大的针 越粗吗？那那个是16号针，这是14。哇，这个针是消耗品啊。啊，废话。绕性感，功能轮，绕线夹。割线刀，从前壳往后壳方向穿，从前壳往后壳方向穿呢、啊？那一次穿两条线啊？两条线啊，一条上一条下、啊，上面这条是在这里、啊，下面这条，所以一次要穿两条线。我，对啦。那我们继续打打打。我继续打打打，你要打打打下回。下面。啊，这种是要怎么把它拉到这边，然后把线切掉啊？你要把它挽回。啊，针上去跟下来有什么差？它是会下去，要把下面的线拉起来。啊？我觉得看起来不是。为什么我觉得被你挽回？是剪线刀哎、欸！你这手什么鬼啊？要把针锁回去啊！那你看起来根本没有在锁啊！你还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哦，那你把针拿来。看起来你有手。这是什么结构啊？然后呢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这种书我也看不太懂说明书啊。太酷了，哈哈。它的图很抽象哎、欸。说明书不是都长得很抽象？不是，可是它重点是它的步骤超级超级多啊！我根本超乱，看不懂穿线缝法。倒车收线哦、啊。叫你怎么把线固定？你说就像打结那样吗、啊？我看起来像在看经文一样，我什么都看不懂。你搞不好看经文还看得懂。那怎么放到下面去？哦，它出来吗？怎么啦？你是不是转错方向啊？那它会自己卡住哦。下回。然后这个放下来。下来，但你不没有放进去啊。就叫你收线。哦，我忘了收线。头的部分也是，头的部分先收线吗？的意思吗？头要收线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没看看。收线，挽回，你干嘛？被卡住了。我傻眼，太绝太绝。你干的什么？刚针没有起来，你拉单拉不动。哦，笑死，针直接断掉。针在里面。啊，所以啊，所以我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线头这样剪掉。我试试看，把线头剪掉。剪掉应该就没事。这样就没事，这样都没事。哎，真的耶。什么魔术啊？什么魔术啦？你没有研究过你的衣服长怎么样？可是你如果这样子用久了，它是不是也是还是会这样乱？滴滴滴滴滴，然后就又解体了？可能会、啊。开始乱缝。可能我熟能生巧，我要变缝纫大师。哇！他停。按到加速了。其实还可以啊。欸，这超酷耶！好快乐哦！那我这样就可以用超坚固，然后超缝超多条这样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太赞了吧！太帅了！那可以把两件内裤缝在一起。为什么啦？哇！出事了！没有啦。你上面那条线不见。哦，收进去了是不是？等一下。哦，我要打结。出来出来。好，你快。我是阿叶。要被你玩坏了。那这样子应该开头的时候就要先倒车啊！哇！我这个错乱。我就看着你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好。这个是切得很潇洒。刚刚缝是哪一条？就跟你说我一块布啊，你看不懂啊。又了，你手根本伸不进去啊！真的吗？你手没有那么粗。哦，太好了！你再攻下回。
这个踏板撑到，我觉得它会起飞。你是穿什么东西？看不到，你穿。漂亮。哦，那我可以缝超级无敌边边这样子。挑战最边边。就不要把它玩坏。这边是缝超边边的，它已经快烂掉了。我觉得是布要烂掉，不是线要坏掉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就变成超级细。这个是线的间距啊，那这个是什么差？这个有什么差？还是其实是一样的？好像不能重叠，因为它线。我说我不能重叠到线上面，因为它这个针就直接丢。它穿不进去了，它直接丢。它根本插不进去，所以难怪是针头会断掉了，原来就是这样。三直线的区别在于针位于针板孔的，左中右。你是不是也没有看得很懂？谁看得懂？你以为我国文是多厉害？没有，他现在一在最右边，二在中间，啊，三跟二几乎没有动。我只感觉它在震动。你这个线头卡到下去了啦！什么线头卡下去？这里啦！哇，是电图。这平跟凸，平跟凸，那是小凸跟大凸。更厉害，缝纫机会有200种不同的编织方式吗？你就可以买电脑的。有电脑就会有荧幕。这么酷！可以买10万块的缝纫机，它就有。那你就可以有小熊维尼的图案在上面了。它还可以帮你刺绣吧？啊！太帅了吧！用魔法师。你要把你的内裤三个动物缝起来。魔法师，它就变一块抹布哎、欸！它就真的变一块抹布哎、欸！太赞了吧！双层抹布，太赞了。这样看吧。